这个黄生素哦，就是如果有人跟你推，哦，你就让他一二三哦，啊，再来就反击，哦，这用简单的系列破乾坤哦，哦，四两拨千斤，哦，还有遇到那个棍子哦，现在那个棒球队哦很多哦，所以遇到如果攻击的话哦，就是要近身哦才能够反击，哦，不能退，退就是。挨打的份了吼，就是去用干阿方拍尔，所以伫咧拄着棍来时，讲来我后壁咧甲咱吹暗棍的时，哦，你就是一种啊反击，用你的力杂甲击落，啊一种爆反弄了，哦，伊迄就是会当解脱，哦，这个简单的防身术吼，用最少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活动主题咧是固摄区。哦，那个来保护用，啊，来把你永庆的治安的嘉年华活动，除了介绍贵宾以外，代表活动大会来感谢，来感谢，感谢拉丁青，一旦这么顺利来办理这个活动，首先呢，就是活动经委由来，感谢咱家己地方本地选经代表的同意。过来活动大部分的费用，拜托来麻烦的分局长啊，我的长官丁丁哈，会当呢啊接受着咱永庆乡今仔日呢治安嘉年华的活动，特别呢伫百忙当中呢来给人关心。那么除了我们彰化县退休警察协会之外呢，咱今日除了对着彼岸嘉年华啊再次活动的倡导之外，那么被借动今仔日的活动，对着永庆乡登记来除了伫咱主要的警察人力之外，登记站在身头站在社区来帮忙的，有咱永庆分驻所呢，咱的民警队，有咱永庆分驻所咱的民防队。欢迎王警市长。市长好。南港社区理事长谢景，谢理事长。村长。村长好。永基村长胡港明，胡村长。村长好。湖西社区理事长胡博热。邱村长。村长好。广电村长袁百里，袁村长。村长好。南前村长林辉，林村长。张乡长。乡长好。我们县府爱护又无比，啊是啊，交通、治安都要做好，啊反诈骗集团都要做好吼。我们本地乡民代表参选人肖富源、肖先生，肖先生好。哦，欢迎以上贵宾与会，掌。